广东话的做鸡，普通话讲当枪、当枪技、作枪技，有时都会讲做枪。好明显，广东人在这里讲的鸡是指妓女。究竟鸡和妓女为什么会扯上关系的呢？旧社会甚至现在，好大部分人都会认为以卖淫为生是一种低贱的工作，而鸡在动物之中又给人一个较低贱的印象，所以有人就叫了妓女做鸡。这个讲法只是穿凿附会，正确来讲，鸡是妓的谐音。不讲大家可能不知道或者不愿意承认，粤音很多时是受北方口音的影响。在普通话，妓和鸡都是读鸡，不难看到广东人只是来个鸡妓代换，那就将当枪讲成做鸡了。原来做鸡不关鸡事，这样看讲做鸡一点都不粗俗。I Cantonese 爱广东话，粤语保育及传承。如果觉得内容啱睇嘅 ，subscribe。